来到十一节的感动时刻，在客家有很多客家志工投身公益，不遗余力。像是在新竹峨眉，就有这么一群志工，不怕辛苦，把闲置十几年的天主堂重新的整修。现在来到峨眉天主堂，变成了一个多功能的中心。您会发现有新鲜面包出炉，有 DIY 活动，还有银发族电脑教室。来这逛逛，可以说是活力十足。天真的小朋友很兴奋，因为到峨眉天主堂是他们最爱的户外活动之一。谁知道自己是哪里？好了，妹妹你讲。哦，答对了，好棒哦！峨眉天主堂，哎，这个峨眉天，这里原本闲置了十几年，经过了峨眉观光协会理事长江信君重新整理修缮，让它成为了峨眉的新景点。重新出发的天主堂让峨眉这个客家庄更亮眼，而这里不止美，还有很多展览跟活动。阿姨呀，把公鸡压出来，你们要做什么？有想好了吗？像是面包 DIY， 小朋友拿起面团架势十足，因为协会也请来当地的面包师傅杨长展现场教学。做一个笑脸，小朋友把面包当泥土，发挥了创意，捏出可爱造型。童言童语让天主堂充满欢笑。甜甜圈，甜甜圈啊！不止做而已，小朋友创意十足的作品，通通都会被送进面包窑。总是飘香的面包窑是师傅杨长展打造的。原本受到忧郁症困扰的他，因为这座面包窑让他走出低潮。只要15分钟，香喷喷的面包就出炉喽。不论是趣味面包还是一般的面包，都一样外酥内软，很多人慕名而来。美丽的天主堂还拥有幸福滋味的面包，所以大受欢迎。因此协会还请了8名员工，让8个家庭都多出了一份收入。这边是我们的峨眉的，我们的所谓教育部补助的一个数位学习中心，主要是电脑教室。为了帮助当地居民，他们还设立电脑教室，让银发族还有外籍新娘也能够用部落格跟上时代。这个当初跟着阿公阿婆的第一天讲的华鼠去喊那头安当我安爸，唔晓，从去唔晓操作到了，目前做到了哈，叫部落格。这样撞击。为了提醒大家饮水思源，还有农具互动，让游客体验。从荒芜到现在变成多功能中心，有很多社区志工一同打造，他们努力不懈，让客庄的明天更美好。天主堂里的温馨在重建的砖瓦中蔓延，面包窑中的希望在时间的等待里成型，客家人的乐天之命在峨眉客庄酝酿感动时刻。